这个黑中介，我可算逮着你了。哎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我打的就是你，你这个扑街！你别打了，再打我还手了。你这个黑中介，租我房子的时候告诉我这小区交通便利，哪儿便利了啊？不仅没有公交车，我打车车都不来。你骑共享单车呀？你不仅不用抢，还能选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你多好！我谢你啊！小区总共住的不到100户，共享单车都快把小区围起来了，还用抢吗？那你说的安全呢？你进小区查健康宝、测体温、刷脸，你进单元门还刷脸，你进屋也刷脸，那还不够安全吗？小区保安比我下班都早，谁查？怎么查？你来查吗？啊？那你说的干净又安静呢？附近没有大型的公交站，也没有大型的商超医院，人流量少呀，特别安静。你看小区垃圾桶，五步一个小的，十步一个大的，你想埋汰都难。行行，那你说的高绿化呢？恕我眼拙啊，我是一点都没看出来。你没看见小区里那么多空地吗？刚撒的种子，来年开春一准全绿了。行，真行啊。那临近地铁呢？你没看见地铁从小区边上经过吗？我去，合着这是离地铁挺近，离地铁站挺远呗。